在这几天 MV 的拍摄里面，首先还是有一些紧张吧，会担心自己在镜头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，也要配合导演去做出导演想要的那种情绪和场景，还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吧。不仅仅是拍摄过程，还要听导演他们谈话呀，都能学到很多东西。自己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一些小小的技巧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感觉有很多收获。今天在船上二层跳舞，刚开始想法可能最多吹点风，有点冷而已。好嗨哦！我不冷。但没想到，因为在船上下面是海，地根本不平，跳一下也很有可能就要摔倒。然后呢，史可言他就研发了一个钻石舞步，要不是我坐的这个凳子，我都想起来你跳一下看一下。会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吧，但是想到我们最后能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作品给大家，我会觉得很期待，然后也会很有动力。我最早知道 AKB48 大概是高中的时候，当时非常喜欢渡边麻友和薄暮游纪前辈，我就觉得这群女孩子特别的有元气。我永远忘记不了2008年7月24号终审那一天通过了 AKB48 Team SH 的众甄选的时候，我觉得当时就是脑子一片空白，就有点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被选上了，居然能从几万个人里面选中成为其中之一，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。去剧场拍 MV 这个事情真的在一听到的时候就已经哭出来了，就是那种不是刻意的想要去哭，但是就是很激动，眼泪自己它就下来了。感觉就是只有在纪录片在电视上面出现过的地方，然后这一刻我真正到了这里，还不是以粉丝的心态，而是以 AKB 前辈的后辈的这样一个身份真正的进入剧场，真的就是眼泪就要掉出来的。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柱子，然后上面的粉红色的那个丝带粘了12条，然后进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数它有多少条，它保留了原原本本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保留了 AKB 所有的历史，所有前辈的不管是笑还是泪水。我先 Love Tree， 想知道你在哪里， Love Tree 见面好吗，我要把一直都没说完的话题都对你说。我不知道我上镜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我没有看到，但是我看到别人，看到大家，真的是美到爆了。OK， 哎，我跟他们一起。
剧场来拍的那些事情都是做梦都不会想的，就是不敢想的事情，感觉之前的人生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。以前只是单纯的觉得前辈们在舞台上发光特别迷人，但是从今天开始我身上也有这个责任，去让我的粉丝觉得我在舞台上也是发光发热的。